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正在进行的一场跨战区联合演习。演习的核心是数支导弹劲旅实兵实装的多型号导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实施千里机动。密林深处某基地指挥所里，来自战场全方向的电子信息正实时传送到各个指挥站位，指挥员快速识别，有效管控，一道道无声的指令又从这里迅速传送到各个分队。千人百车纵横驰骋，在不同地域不同气候环境中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占领发射阵地，进入发射程序，胜券似乎已经在握。但一场远程指挥的电磁干扰又拉开了帷幕。八号到，命令701分队对五号地域实施中等强度的电磁干扰。八号明白。各发射分队能否成功排除干扰，这是对部队战斗力的严峻考验。报告，100号、200号，所属八二单元已占领阵地完毕，立即进入发射程序。是。点火，点火。如今这样的多型号跨战区实兵实弹联合训练，在第二炮兵部队已不再是新鲜事物。伴随祖国前进的步伐，第二炮兵作为人民解放军一支高技术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成为了一支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力量。这是共和国第一个航天城，曾经创造过中国航天史上无数个第一。巍然耸立的塔架记载着中国航天的辉煌。迄今为止，已有30余颗卫星和数百枚导弹从这里飞向苍穹。站在发射架下仰视它的高度，我们仿佛仍能听到40多年前我国第一枚导弹腾空而起的隆隆轰鸣。新中国成立初期，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原子时代，百废待兴的中国正处于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和核威慑之下。面对严峻的挑战，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做出了发展尖端武器、创建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决定。那时候不是闹饥荒啊，饭大家吃不饱。陈毅元帅有个有名的话，说把裤子当了也把原子弹搞出来。张爱萍是总指挥，他形容啊，说这个叫花子讨饭也要有一根打狗棍。我们呢就是要搞一根打狗棍打狗。1956年10月8日在钱学森归国一周年的日子里，由他负责筹建的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战略导弹武器发展迈出的第一步，因此也有人把钱学森称为中国的导弹之父。1964年10月16日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引为自豪的日子。6、5、4、3、2、1，起步！一声霹雳，火球腾起，随之化为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的原子弹试验
成功了。两年八个月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又实现了用飞机空投氢弹爆炸成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研制发展速度。但是仅仅有了核弹，没有运载工具，还等于有弹无枪，形不成有效打击力量。伴随着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成功，中国加快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步伐。1957年秋，在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从全军各部队抽调出来的600多名干部战士，在长辛店正式组建导弹教导大队，开始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创业。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作亚洲第一营。1960年，我国仿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一号研制成功。1963年，第一营首次成功发射了一枚东风一号导弹，标志着战略导弹部队战斗力已经形成。艰苦创业的年代里，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亲自带领创业官兵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实地考察，为我军第一个战略导弹阵地的建设打下了基础。1966年，这支新建部队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原来的领导体制已不适应部队发展的需要。为有效应对现代条件下的反侵略战争，建立独立的战略打击力量，当年六月，毛泽东批准组建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建议。6月30日，当时仍隶属于炮兵的毛导弹团首次执行东风二型导弹发射任务，而这次发射任务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到来而显得更加不同寻常。那时候或者小时候志气也凝结起来，凝结起回来我才知道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以后挺忙的，到了个发射阵地，到各个发射点，到观测所去视察去，都看了吧。在那个发射场上，我一见到这个周总理，周总理说下午是谁发射，我说我们发射。当时还说了，因为一定要贯彻16字方针嘛，严肃认真啊，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那时候都贯彻到这，很快就传到部队了。这总理也是这个对这个导弹部队的一些经验吧。3天后的7月1日，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正式组建。主持筹建工作的周恩来亲自将导弹部队定名为第二炮兵。二炮的名字是总理定的，当时叫什么火箭军、火箭兵，最后总理定的是就叫二炮吧。1966年10月，刚刚组建的战略导弹部队用我国自行研制的地地导弹东风二号成功地完成了导弹与核武器结合试验，结束了我国有弹无枪的历史，我国导弹核力量由此形成。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邓小平同志科学分析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明确指出我们要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中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发言权，就要以强大的核实力为后盾。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核力量的战略思想，为战略导弹部队的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战略打击武器从近程导弹发展到中程导弹，
又发展到远程导弹，并研制出射程上万公里的洲际导弹。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时，第二炮兵方队的12辆巨型牵引车，载着中远程和洲际战略导弹，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这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次向世界亮相。观礼台上的各国嘉宾和新闻记者们，看着这隆隆驶过的庞大军阵，快门声霎时连成一片。二炮部队一时间成为世界各大媒体报道此次国庆阅兵的热点。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顺应世界发展和军事变革的大势，对二炮部队建设发展又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1990年2月，江泽民亲自到二炮机关视察，他欣然挥毫为二炮题词：加强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中央军委适时做出组建某型新型号导弹部队的重大决策。从此，我国战略导弹部队在担负战略核反击任务的同时，也担负起常规作战任务。这支部队在整个组建过程、发展过程，特点呢可以概括那两个字，就是超常。超常。这是部队组建初期的这个起步的困难是超常的，部队组建的速度是超常的，部队在组建过程中的任务是超常的。只要我们全力，超常的付出创造了导弹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奇迹。接装当年，部队便具备了发射能力，第二年便列入全军的拳头部队，第三年已全面形成战斗力。1995年7月至8月和1996年3月，中国新型导弹部队在东南海域进行了发射训练，向预定海域发射的地对地导弹以全部准确命中目标的成绩，向世人展示了战斗力。199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的庆典上，世纪大阅兵威武的方队中，战略导弹部队再一次受到世界的瞩目。人们惊奇地发现，和15年前相比，中国战略导弹家族的个头变小了。正是这一大一小的变化，标志着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主席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强调二炮部队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在履行军队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要加强二炮全面建设，努力做到在思想政治上非常过硬，在军事技术上非常过硬，在作风纪律上非常过硬，在遂行任务上非常过硬。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锦涛主席坚强领导下，第二炮兵朝着建设中国特色信息化战略导弹部队的目标迈出了科学发展的新步伐。作为中国军队中最年轻的军种，第二炮兵多次圆满完成导弹发射训练任务和近似实战条件下的战役演习。
先后涌现出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导弹发射先锋连和导弹发射先锋营等一大批军事训练先进单位。导弹腾飞赖英才，神箭凌空靠科技。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高素质人才，第二炮兵实施了神箭人才培养工程，形成了以工程院院士、导弹专家、指挥军官和操作技术骨干为主体的人才队伍。这里是被人们称为指挥员摇篮的第二炮兵指挥学院。作为一支科技密集型的高技术军种，第二炮兵始终把培养适应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作为部队建设的基础和根本。今天的第二炮兵不但科研院所中青年科技干部六成以上是博士硕士，还拥有了一批以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代表的导弹专家和贡献突出的国家级中青年专家，在各基地和旅团也都形成了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尖子人才队伍。发射营长、发射连长90%以上都拥有硕士、学士学位。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设强化了第二炮兵部队的军魂意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使广大官兵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具有导弹部队特色的三爱精神在部队执行任务中发挥着优良的激励作用，英模人物和英雄群体不断涌现。第二炮兵某旅参谋长、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曾满军，从一名普通的地方大学生成长为技术精湛、指挥精准、管理精细的新型高素质基层指挥员。他多次率领部队执行重大军事任务，12次参加上级比武考核，11次夺冠。他编写的实装操作训练教材被列为专业教材下发部队。已经走上某基地装备部副部长岗位的曾娇，当排长的时候就以事迹突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他刻苦钻研，努力拼搏，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闻名全军的导弹通。1994年7月，中央军委授予他爱军习武标兵荣誉称号。在第二炮兵的基层有一支高素质的士官队伍，他们是一线部队不可缺少的操作骨干。某导弹旅5级士官潘海亮是全军首届十大爱军精武标兵，这位看上去十分朴实的士兵却经常能解决工程师也感到棘手的技术难题。他以超群的特装维修技能入选第二炮兵首届十大利剑尖兵，被誉为士兵导弹专家。被中央军委授予忠诚履行使命的模范指挥员荣誉称号的第二炮兵某基地原司令员杨业功，生前把履行我军使命、维护国家统一看得比生命还重，始终以高昂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即使在病重期间仍然牵挂着部队军事斗争准备情况，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在战略导弹部队的序列中还有一支没有参加过导弹发射甚至没有机会见到导弹的部队，他们就是由某工程指挥部和某工程技术总队组成的第二炮兵工程部队，他们又被称作为导弹筑巢的人。正是靠他们的辛勤努力和默默奉献，这一座座现代化的地下长城才在深山腹部贯通崛起。
这只铁岩雄狮如今也告别了钢铅铁锤。随着人才建设步伐的加快和高新技术装备在国防工程建设中的大量应用，实施了施工主体由传统工兵向知识工兵，作业模式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效能型，指挥手段由单向指令化向信息集成化的三大转变，国防工程建设合格率达到了100%。2008年抗击冰雪灾害中，第二炮兵工程技术总队昼夜兼程，驰援郴州，连续奋战，打赢了一场电网抢修的攻坚战。汶川地震中，第二炮兵抗震抢险部队又千里驰援灾区，发挥技术优势，以敢打善打、快捷高效的作风，完成了一项项极难险重任务。戈壁高原，一支支导弹劲旅在这里检验战法训练，把一枚枚长剑送上青天。北国丛林，第二炮兵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一支神秘的信息化蓝军快速成长，磨出了导弹部队新的训练观念、训练手段和训练方法。中军帐里荧屏闪烁，某基地首长机关正在进行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导弹战。这种集团作业、独立筹划的新训法，练出了首长机关的敌情判断能力、独立筹划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网络化训练异彩纷呈，野战化训练硝烟四起。任凭风云多变幻，长剑一天护神州，系国家安危于双肩的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作为中国战略打击力量，伴随着祖国的发展而成长壮大。继1984年、1999年国庆阅兵后，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典礼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以全新的雄姿再一次展示在世界的面前，续写了新的辉煌。